竞争最强就是那个最佳原住民歌手奖，全部都是原住民。我觉得是我入围的这个。国语女歌手好像竞争很激烈，嗯，男歌手、女歌手、新人，我觉得好像也都，对，都非常，所以我觉得好难评、哦。我觉得新人吧，最佳新人很像就是一个最大死亡之组，对，因为有大魔王在里面。我没有讲是谁啊，我没有讲是谁，我是。你们这个节目是叫做《让你做坏人》。我选The Queen。贺好了，我觉得他是个才子，他很有潜力。好，我要推荐我自己的好兄弟The Crane。其实我们两个长得很像，典型。典型天秤座，典型天秤座，我是说个性上面典。我觉得如果我要投给他们的话，这样对他们不公平，所以就投给我好了。典型天秤座。这个专辑封面也拍得很好看，然后紫色是我最喜欢颜色。没有啦，贺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啦，才子。他贴那么多张，我就不想贴他。那我还是贴他。暗自心，我选我学弟。贺。哦，我喜欢亮的颜色，所以芒果酱，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就要吃芒果。给我钱！我、哦、好紧张，这种就是要得罪人的时候。最佳新人奖，浩廷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多彩的音乐人，所以我觉得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，我怎么可能不投给他 Lucy？ Lucy， 我从看他这样子，Lucy 对不对？我们的 Lucy 小宝贝一样。跟他也是非常非常好。我今天如果 不把这个星星给他，那真的我真的是对不起我自己。所以说芒果酱是我最不熟的，所以我投给他。我们给自己贴一个吧，不然到时候发出来没有人贴我们。给自己一点鼓励。阿布斯，因为他是我师妹。阿布斯，你这次入围比我多项，所以加油。这里就是他，毋庸置疑的。我觉得我可能我看的是这个，因为他的照片是黑色的，我比较印象一点。我就选阿布斯好了，我觉得我蛮佩服他的劲，这么年轻然后就想投入主语，有个非常大的关键啊，他也是布农族的，带着全村的希望，看起来这蛮生猛的。我来投一下潮州土狗这一票好了，有腹肌，有腹肌应该蛮有力量的。啊、我想要投他，帅潮州土狗。你看我听他的，他就是腹肌，因为对腹肌，腹肌，腹肌。我一定要贴上这个，是我家乡的弟弟 ，hip hop， 我没看过，照片有了。我当然是要给我的好朋友，就在我这次《出一只嘴》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《你敢不敢下面给我再拉拉拉》，里面中间有一段非常好听的萨克斯风的独奏，就是由我们的浩廷，然后他爸爸妈妈对我非常的好，哭笑不得。当然是我的好朋友严小迪的儿子，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的儿子。我自己非常欣赏黄浩廷这张专辑，他其实也是用自己的母语用台语写的嘛，那我就投给黄浩廷好了。对，叮叮叮，新人哦 ，Lucy 吧？我不知道哎，就觉得是他。我应该会喜欢这个艺术家，可以吗？有没有人吗？应该不会怎样吧？我其实很多都很喜欢，但是因为其他人有入围别的奖项。所以我这个奖项想要给 Lucy 啦，应该叫红配，因为他入围八项不是吗？我可以把别人的星星扒下来，然后放我这里吗？我觉得大家都要有星星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棒。7月1号，金曲奖，金曲奖，金曲奖见喽，金曲奖见。